这个是啥问题来的？就是就这块有点松，下边没事，下边没事，就是整个用着没问题，就是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松了哈。嗯嗯，这个弄的话应该是很快就能给您解决。我姓杨，杨叫杨大成，修理相机已经有20年了，修理到现在已经有几十万台吧。修复相机对我来说呢，就像一个外科医生，或者说给病人看病，而我呢是给相机看病。眼部放大镜、小钳子、小镊子。记者来到杨大成的相机诊所时，他正在用这些工具修理一台单反相机。杨大成说，修相机不仅要手稳，还要有耐心，连续修理一台机器超过5-6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情。首先你得懂得如何去解剖，这是其二呢，懂得是如何找出问题，第三找出问题如何解决问题。手稳也是一个因素，因为你更细的活可能到细到什么程度，比我们人的头发丝还得细，两根线同时给它接起来，可能得接一排。修一个比较难的机子，可能说我自己一直坐着一直修个5-6个小时，那是很平常的。都加班到1-2点、2-3点，甚至真正说弄起来弄好了，腰都可能都直不起来了。这种今年40岁的福建人杨大成来北京已经23年。谈起为何开始修复相机，杨大成说自己从小喜爱摄影，来到北京后想要学一门谋生的手艺，便做起了修复相机的工作。多年来，他将自己遇到的每一个复杂的相机故障都记录在册，经常翻阅复习。他说，每一台相机的价值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，它背后承载的意义可能是无价的，帮助这些故障相机起死回生，令他非常欣慰。可能得有10年前了，这话说回来了，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呢？一个进水的机子从外地赶到北京来，然后呢带过来让我帮他去修，一打黑化就是腐蚀的比较严重了，也是费了9牛9虎之力修好了。修好了人家客人特别激动，这个相机呢可能说是他父亲留给他的，有纪念的价值。经过我修复完以后呢，他就可以完好如初的可能重新拍照了。从相机专卖店的售后维修人员到2006年自己开店创业，杨大成10平方米的小店每日来维修相机的客人络绎不绝。我今天是从通州，然后大概坐地铁坐了2.5个小时来到的这里，帮朋友修一个217的移轴镜头，在使用过程中可能是出现了一些松动，交给杨师傅之后，然后大概在半小时之内然后给复原，我觉得踏实了很多。宅过几年，每次呢我现在到这儿来以后呢，基本上都到他这儿来。实际上我离这儿呢得有个30公里的路。喜欢照相的人来讲呢，有一点点小的瑕疵都觉得很不舒服，到这儿来呢基本上立刻就给你解决。这么多年有一种信任感。杨大成说，帮助顾客解决相机出现的疑难杂症让他觉得很有成就感。未来他还会继续精进自己的维修技艺，将每台送来的相机修复得完好如初，让他继续定格美好的瞬间。